今天在这里站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旧灯会区啊。今天有200多个摊位在这里，为什么？因为我们青年创业博览会，由我们嘉义市以及嘉义县的青年创业协会，他们在这里举办这样子的博览会，利用这样子的机会，让年轻朋友们来学习说怎么样创意，怎么样创业。我们嘉义市是一个适合青年人创业的地方，除了我们有青创园区，我们有文化创业园区，我们有家创园区，另外一个我们还有嘉义市的一个青创协会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鼓励所有的年轻朋友们来到我们嘉义市，关怀部件成果第二高的，我们的整个生活环境很适合你来这里做知识型的创意产业我们会跟我们嘉义市的青创协会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帮你的忙，欢迎大家来。魏江斌将对嘉义市食安更加有信心。嘉义市政府卫生局在永定市场举办嘉义食安辟谣达人食品安心市集展览，号召优质小农甲食品业者推广食材安的理念。嘉义市长涂省铁也特别到场体验。涂省铁表示，嘉义市食安民调位于两年前的20%到今年的40%。表示嘉义市除了食品安全的进步之外，市民朋友也对嘉义市的食品渐渐有信心，市府将会继续努力为市民朋友把关。我们以最严格的稽查，不定时不定点稽查，让劣币无法生存，我们让良币能够驱逐劣币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到家里来安心的吃东西，安心的买东西，食品安全才能够食品安心。我们嘉义市的卫生局对这个食品安全可以说是非常用心的去稽查。那我们最近的民调发现，我们的对嘉义食品安心度已经加倍，从两年前的20%增加到42%。卫生局表示，除了强化卫农场到餐桌上的客家抽验，让市民朋友了解政府对每一个食品环节的把关，希望透过这届活动，让市民与食品生产者近距离接触，增强民众的信心，以良币驱逐劣币，创造消费者、业者、政府三赢局面。活动现场由食安过五关活动，让市民朋友一边试吃食，一边体验食安的重要性，从中了解食安知识。新闻台嘉义市采访报道。嘉义市长涂省铁、监察院院长张鹏啊共同角逐，皇冠征收8个月的细限度输冠，以和以往无同款的新风貌，重新和市民来见面。豪华景观设计为嘉义市加添舒适的城市景观，在馆内除了在3楼有酷色现博物馆，佮增加着无线射频图书馆、观众管理系统、无障碍电梯等等新的设备，近来设置着嘉义市第一代的自助式借册机，借册、行册数位化。今天在这个世贤图书馆的3楼，我们许世贤博士。那许世贤老市长的一个专区，那用各式各样子的方式，有平面的介绍，那也有声音的介绍，那我们也用这个最新的一个科技让你可以挂上耳机，那你就按上这个号码，他就会跟你说故事。那许世贤博士真的是我们嘉义之宝，所以人大家都叫他妈祖婆，因为他带来这个从日本，从这个外国学来的一些基本的一个精神，加上他本身是医师，用科学的方法来诊断，处理数症，所以可以说是让我们嘉义市很多地方都是这个在台湾是可以说是在数一数二的走在时代的先端。
嘉义市政府文化局配合的世贤图书馆重新开馆，推出自助借册送好礼活动。对这日起到12月24日为止，只要摕到借册进到世贤图书馆，使用自助式借册机来借册，借册收据会当参加募彩活动。12月25日会抽出30个名额。可世贤纪念馆就是伫咧11月份办来嘉义社区探游活动，有两条的主题路线，对世贤图书馆出发，加读嘉义市人文故事，活动资讯会当查询文化局的官方网站。最新新闻，中国民王小帅嘉义市采访报道。全国河川立今年首度移师嘉义，而为了唤起民众清水护水的观念，第五河川局21日上午在清水公园举办2017全国河川立系列活动，包括经济部水利署副署长曹华平、嘉义市长涂新特以及各界贵宾拢到场共襄盛举，共同宣誓爱台湾，为河川做起。我们的河川是我们的命脉，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所以我们在今天的活动里面，除了有走读活动之外，我们也介绍大家认识河川，我们如何爱护河川，那这个河川之美是从哪边可以体验得到？所以今天的走读活动啊，大概有将近一整天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慢慢的体会到大自然，还有我们河川的一个。类似像文化古迹，我们的道江郡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那同时也结合现在的绿能，我们的太阳能板，也在我们的对岸啊，在今天也会正式来启用，等等，都是我们对于河川的一个尊重。2017年的台湾河川日就选在10月21日，在我们嘉义市举办，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们有非常多的市民朋友们携家带眷。来这里参加第五河川局所办的爱台湾从河做起啊，大家度过快乐一天。我们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们都来疼惜我们的河川，都来爱惜我们的水资源，都一起来让我们的八掌溪的河畔两边更加的美丽。第五河川局表示，这边活动为扩大全民，9月份到10月份已经委托 NGO 团体以水环境第二地举办3场研讨会，透过跟 NGO 团体合作办理太阳能光电示范廊道、写生比赛、糟蹋河川等活动，来提升民众素养以及清水爱水护水的观念，让活动亮点深入民众生活之中，让爱护河川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新新闻调频嘉义市采访报道。台民格尼夫球赛21日上午伫嘉义北庄溪清水公园举办，吸引超过100位民众参加。未少参赛球员的年岁虽然已经超过70岁，但运动精神无输乎一般的少年人，现场气氛盛大热烈。嘉义市长涂新特亲自到场开球，基本选手唔拿以球会友，也阁会使运动趁健康。我们全国哈在这里举办全国的我们的这个地面高尔夫球赛，这是我们做了三杯哈，在这里举办这种最适合全民，尤其是对于我们许大人哈年纪大的人的这种活动。那这种活动哈就好像一般的高尔夫，只是没有球，没有往上打，所以这个各种受伤的机会更少，那运动的机会还是一样多啊，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很空旷的这个八掌溪河畔啊，打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啊，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看我们这些许大人哈，他们的运动情形，一方面来鼓励他们变健康，一方面来跟他们说重阳节，就是重阳节，我们许大人大家重阳快乐。嘉义市台民格尼夫球委员会强调，台民格尼夫球相当适合年长或者是退休人士做的休闲运动，唔但会使促进身心健康，同时伫运动的过程当中，也因为操作简单，无容易产生运动伤害，更无需要开大量的金钱，是一项大力推广的运动。新闻台民嘉义市采访报道。
环保爱地球，江宜市政府今年都结合着基层的社区，共设40座资源回收行动站，邀请着里长和志工来响应。每个月举办回收及集乐的对话活动，截至今年九月底为止，总共办理着216场次的活动，有2354的人参加，并将收集的资源回收物总共有29.2吨，成果10分出色。为着向辛苦来投入着推动资源回收工作的里长、李干事、社区理事长和志工来表达感谢。嘉义市政府在20号特别举办着资源回收站，执行节约表扬活动。嘉义市长涂新体亲自到现场来颁发感谢状。今年7月到9月，就比去年增加了200多公吨的一个垃圾回收，甚至连厨余都增加了50多公吨，所以表示说这个事情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同。但是我们要更加努力来带来更多的一个回收，因为放的不对的就叫做垃圾，放的对的地方的就叫资源。那我们希望资源回收能带来垃圾减量，让我们的焚化炉压力少一点，让我们可以用的东西能够再来使用。建国里和社区资源回收行动站，就是为着要来推广着资源回收的工作，让资源回收成为日常生活当中一个良好的习惯。加一分的资源被回收，的减一分粪扫被撇掉。江宜市政府环保局期待每年度各处的资源回收行动站，会当持续为环保尽一份心力，共同努力朝向资源全回收、粪扫零废弃的目标来迈进。最新新闻。中国兵王小帅加一起彩虹报道。加一起主讲里，今仔日在社区举办庆中央活动，结合加一起政府卫生局实施流感疫苗施打，并宣导预防犯罪，宣导反暴力。加一起副市长张惠波并呼吁长辈们。大家爱身体健康上重要，也呼吁市民尊重长辈活得健康。重阳啊，庆祝活动，我们市政府啊，对于65岁以上的长者有发放3000元，那80岁以上的有6000元的礼金，90岁以上的有9000元，那100岁的有12000元，啊，还有一个金牌。那么这样的敬老尊贤的活动啊，非常有意义，也让长者啊认真努力的活，活得健康，活得快乐。其实我们虽然每一个人不见得是运动场上的金牌，但是在生命中的金牌啊更为重要啊。市政府啊有鉴于此，市政府非常重视啊我们市民的健康，像今天自强社区发展协会。有安排流感疫苗的注射，有警察局的 CPR 的解说，啊，还有这个仁爱之家的这种啊，有关于长照的说明，环保业务的说明，啊，再说明我们在打造一个健康快乐宜居的社区，啊，这是需要啊全体市民来共同的协助努力，我们市政啊一定是以市民福祉。为依归，那我们请市民啊打造我们新的嘉义啊，一起来，像我们延宕很多年的市政啊，都在这3年内啊一一的啊这个存货出清，一一的完成。我想美丽的嘉义也将很快的呈现在各位眼前啊。这个里长竟然有事的安排，长辈来领中央礼金。嘉义市议员陈祖文爱大家爱长辈，少年时受到师大的照顾，年后爱将师大来揽条条。那久久也等于是久久啦吼，啊，希望我们的长辈可以活得长长久久。但是最主要的是希望说，我们的长辈不仅活得长久，也要活得健康，活得生活有品质哈。那我们再一次借着重阳节来提醒所有我们的晚辈哈，啊，咱的长辈从细汉吼，都给咱咱咱秀命命啊，食老吼，
哇一，那来改单调调啊！我在这里再一次来祝福所有我们嘉义市的这些长辈，大家都可以重阳节快乐，谢谢大家。李长真用心，领日金非常有经验，和长辈坐咧等，等叫着名，一个一个啊来，时代轻松领日金，还佫有新鲜的鸡卵糕做伴手礼，度过一个愉快的重阳佳节。最新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嘉义市寺庙空气污染自主管理推动至今，达成148间登记的寺庙全面响应的成果，当中圣方庙、九华山地藏庵、玉皇宫以及文在殿等四间庙宇。是嘉义市民众重要的信用中心，自96年政策打推动便加入响应，十年来配合空污减量，照顾信众健康，从不间断，实在是宗教环保的神窟。那到今年已经所有我们总共148间的这个大小的寺庙都已经加入这个自主管理，那也做了很多的一个减量措施。一年大概在纸钱减量的话，可以达到108公吨。那这个拜香的减量也可以减少大概620万支的这个拜香。那今天一起来配合我们这个活动的是我们嘉义市4个大的一个主要寺庙。那他们其实在从大概96年开始，就陆陆续续都有一些更先比环保局走得更快的一些措施出来，像是我们城隍庙。城隍庙率先将焚烧金纸的金炉、香炉，透过全面响应集中烧政策，避免在市区人口丢弃处燃烧金纸，排放空气污染物。5年以前都有啊，啊，阮一个迄个啊，都标注啊是97年开始，阮即马现在还搁搁伫遐哦，啊，所以咧，咱为着咱的这个地球暖化的问题，以及咱的空污的问题所以咱上有10几年前都有这个概念啦，所以阮就开始推动，阮迄当时都一路。一张油，遐有电牌啊，10几吨啊。另外，九华山地藏庵、玉皇宫以及文在殿等3间庙宇，则是一金炉加装污染防治设备，减少污染排放。两路环保炉，阮一天有2点钟，早时1点钟，有哩防化金尔，啊下晡安那1点钟有哩化金，啊所以讲，阮即马啊尽量你减少这个。政府来推动这绿色环保寺庙，啊，咱就讲文在殿啊，绿油在内，啊，所以咱文在殿即马在推动，就是讲减香，啊，减金，啊，阮做这个环保路已经开足侪，但是我即马向希望就是建议政府，集中来起一个环保路，来集中烧金，来让咱这寺庙运来啊烧，这个环保就会更改善，即早都开会都拢有提起这個，甲即马拢还袂实现，几啊当中都。咱这寺庙伫开会，就拢有讲起啊。上好来去各县市来设一个，咱这个统一的环保路，专门伫烧金的，卖讲南路的焚化炉伫烧。义市环境保护局局长张志成表示，经过统计，嘉义市148间环保寺庙推动成果，至今已经达成纸钱减量108.37公吨，拜香减量628万支，以及336,000粒的传统光明灯替换为 LED 灯，会当减少空气污染物 PM10 338公斤，PM2.5 264公斤。碳氧化物75公斤，一氧化碳3316公斤等污染排放，对空气品质维护、责任减碳等环境保护作为，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最新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嘉义市政府环保局为了推广嘉义市空气品质净化区，自10月20日到11月19日为止，举办亲近绿地、深呼吸、拍卡分享送好礼，鼓励民众走出户外，促进民众认识空气品质净化区，并增加使用率。记得一个空间，
我们嘉义市总共设置了八处的空气品质净化区，那为了让我们嘉义市的市民可以更加亲近、更加熟悉这些的空气品质净化区，所以环保局在今年的10月20号到11月19号一个月的这个时间，我们举办了一个亲近森林、深呼吸的这样一个活动，那让市民到这个空气品质净化区这边来做一个打卡。活动期间，只要到加油、铁马岛、博爱公园、中央广场、溪民公园、富国中卫区、老厝地绿化工程等空气品质净化区，翕上你甲空气品质净化区设置的任何一个地标的合相，公开分享活动大文到嘉义市政府环保局脸书粉丝网页，并留言。拍卡完成，门关填写，就用迄块可爱图做形毯。活动兑换时间是10月30到11月24日为止，数量有限，干那有600份，先领先赢，领完为止。最新新闻，蔡明东加以持仓报道。鼓励研发族群的幼稚受限保护行出户外，拓展人际关系，培养运动的习惯。中华幼稚公司伫咧全台湾20个幼局分别举办着中华幼稚不老运动、引发踏青乐悠游的活动。嘉义张厝日前在南投风景区月影潭新陶景的广场来举办，让研发长辈伫咧充满着芬多精的舒适环境当中，得到身心放松的感受，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时光。那现在因为银发族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特别举办这一次的就是银发踏青乐悠游，就是说希望说让银发族能够走出户外，多多运动，健行，让他们的健康能够有一些帮忙。也就是说我们要让长青长，长照短，就是长青就是一个长者那边的生命能够因为运动而增长。人口老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嘉义邮局强调未来会更加关注更多在社区内的研发族群的需求，举办适合老时代参加的各项活动，共同为提升社区研发族群的生活品质来努力，希望长辈会当更加注意家己的身心健康，拥有丰富趣味的晚年生活。最新新闻，张玉明、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透过老师和教保员的指导和解释，囡仔真好奇，只看遐看，伫咧自然轻松的氛围当中，熟悉着卖场内底所订的各式各样的水果。这是嘉义市西区托婴中心特别为一岁至两岁的幼儿所设计的单元主题情景教学，让囡仔伫咧快速发展的成长阶段，拥有充实丰富的生活体验。那我们的两岁以上的，我们老师有在另外的跟幼儿园搭配的主题课程。那这个主题刚好走到水果的主题单元，所以我们在孩子身上让他用食物，那以及来接近大自然，接近社区，让他来了解说，水果除了吃了我们平常吃水果，那水果的丰富性有哪些，比我们在家的甚至在幼儿托婴中心吃到的，那我们让他带出来这个在实际的参观，那再透过这样的活动，我们也引申到说，水果有哪些所谓的加工品，那也让孩子来认识，那我们这是今天我们主要的一个主题的一个课程跟活动。嘉义市西区托婴中心配合着囡仔成长，设施提供探索式的学习情景，配合着老师适当的引导和说明，不只是满足囡仔天性好奇、加以探索环境的需求，嘛，让小朋友伫咧轻松快乐的氛围当中自然来学习，展现着幼儿啊教学的新风貌。最新新闻，张国明、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
为台湾小姐碗粿、炒米粉到各式各样的草顶加工食品，学员拢做会来，而且学员逐天互动良好，亲像一个大家庭。这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分工南分署特别提出的新调科技用心健康农产加工利用班，学员经过训练之后，欢喜展现学习成果，收获满满。我们这一次的那个成果展有很。我们的设那个农场的那个标签设计都是由我们自己，设计印刷列印出来，然后同学互相来分工合作。那在布置的方面，大家也拿家里的那些那个饰品过来展示。那希望在这一次的那个受训当中，我能够在日后对于寻找工作或是说自己创业方面能够有更好的一些基础。你最近是安问题已经是全民的共同课题，课程特别请来退休的副教授蔡龙泽传授自然食材加工法，希望会使教导学员做出健康安全的加工食品。农产品加工班最主要的用意就是以我们最自己生产的产品农产品为原料，然后最早就是由原料本身的特性，比如说我们安全卫生，然后再来就是有机这些原料为主，然后也了解一下这些产品的营养价值跟机能性，然后再开始就是以传统的方式，然后改善我们以前老一辈啦，我们的祖先的这些方式，然后增加我们的营养价值跟多样性。食安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利用学校的这个教育，然后提升这个农业跟食农的这个教育的安全，然后让一般消费大众以及我们的学员都可以真正去了解说整个现在的产业实况是怎么样，那他们怎么样去发挥他们的特色。那我们未来也会结合这个三级产业，从一级的生产到二级的制造到三级的行销。该大学甲劳动部分工南分署开办新调科技用心健康农产加工利用班，课程内容多元丰富，除了帮助学员熟悉有机农产品生产的概念之外，经由专业的课程实作，让学员有正确的农产加工生产能力，保有传承创新研发的功力。新闻台闽台记者采访报道。